一种亘古久远的时尚，一门纷繁复杂的技艺，五千年的艺术传承。新时代的创新要求。You are calling us home to digital era. 农村正在时代前沿永交历史重任。基础型号的主要机型，六大门类的固守产品，满足您的不同需求。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。过滤质量与抗腐蚀物的不懈追求。只要我们数以百计的产品做了掌握过滤。书画章表是一门历经了几千年的传统技艺，其中很多特有的名词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很远。在学习章表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熟悉一下这个行业的特殊词汇。一幅章表成品，我们先看其各个部件。画心，画心即要章表的书画作品，所有的工序为它而设，所有的材料围绕在它周围。整幅章表成品可称为一个表件，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，也用来指半成品。当画心镶嵌上大部分材料之后，就可以称之为表件了，也叫做画件。天头、地头是表件的主要部件，不管是何种品质，只要是立轴表件，都有天地头。天地头的两端分别装有天杆、地杆。天地杆可指字画方便的悬挂和收卷。天杆上既有丝带，用于悬挂和收卷后的系扎。地杆两端装有轴头，使表件美观方便。上下隔水，上下隔水分布在画心上下两端，一般由浅色锦鳞裁成。边，画心左右两边的锦鳞称之为边，一般与上下隔水同色。天地头、上下隔水、边都是由锦鳞裁切而成。锦鳞是锦和鳞子的统称，整幅的锦鳞被裁切成各种香料，镶嵌在画心周围。仔细观察，您就会发现，几乎每一个表件的画心四周都镶有一个深色的细线框，称之为菊条缝。菊条由色纤裁切而成，镶在画心四周。装裱时，画心和上下隔水及左右两边垫接，就留下一条细细的菊条缝。整幅表件的两边包有宽度一致的包边，包边条由色纤裁切而成。表件包边是为了美观和不起层。包边和前面的上菊条、拼接菊条缝都是装裱工作中的细心活，需要多学多练才能镶得均匀平直。包边条和菊条都是由不同颜色的色纤裁切而成。翻过表件，我们来看背面。背纸由较厚的宣纸做成，画心和所有的香料都依附在背纸上，是整个表件的主体。背纸的上端贴有一块与天地头花色相同的锦鳞，叫做包手。当画轴收卷时，包手包在外面，保护着画轴不受污损。包手的上面紧靠天杆贴有画签，画签的作用是供书写书画作品的名称、作者、日期等等信息，
一般由仿古砷做成，宽度为2至3厘米，长度为表件宽度的一半或1/3。在地轴上也有两个搅拌，搅拌起一个地杆的辅助固定作用，一般由紧邻的丁角余料做成。介绍了这么多部件原料，它们是通过什么粘合到一块的呢？又是如何用上机器的呢？这就涉及到了书画装裱中的粘合剂问题。传统的手工装裱用浆糊做粘合剂，仅制糊、用糊及浆糊的存储就浩繁复杂，难以掌握，更不用说使用浆糊所带来的发霉、反结、历久生虫等等问题。新一代的装裱工艺改用高分子改性材料的胶膜，解决了困扰装裱业几千年的粘合剂问题。胶膜通过机器的加热产生粘性，然后各个部分通过胶膜一层层的组合在背纸上，粘合整平一次完成。前面所说的各种原料如锦鳞、色铅等等，是在附上胶膜之后才被裁成了天地头、隔水、橘条、搅拌等各个部件。二、书画的品质。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装裱工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模式和一定的装裱品质。学习书画装裱，我们必须对装裱形制及品质有一定的了解。书画装裱品质多种多样，可概括为轴、片、卷、册四大类。根据画心的大小、气色、形式及表件用途的实际需要而决定，我们分数如下。一、立轴。立轴是目前最普及、款式最多的一种装裱样式，分一色、两色、三色装、轩和装、诗堂装、集锦装、锦眉装等等。一色装适用于窄长的画心，表件用同一颜色的香料，正面只装有两条边和天地头，均为同一颜色，是最常见的装饰。如画心长100厘米、宽35厘米，其参考尺寸如图所示。天头与地头的长度比例为6:4，边的宽度是具体情况而定，一般为5至8厘米左右。如果画心稍短，便可考虑两色装，除两边天地头外，增加了隔水，其中两条边和上下隔水为同一色香料，上下隔水的比例为6:4。另外，如果顾客有要求加金燕带的，则需加金燕。如果画心再短，气色也合适，就要考虑三色装了。三色装是在两色的基础上，在隔水和天地中间再加复隔水，复隔水尺寸略小于隔水，颜色较隔水重，